这整个基地都是给你打工赚钱的，我充其量小巫见大巫，天天就只知道说钱，俗，我看你这么个招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再说一遍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上哪儿去啊？我去上个厕所。你跑。Xun Zhu，拿东西过来坐。从今天起，你跟我就像。有人来了。主演，别装。你觉得我长得好看啊？还是你昨天晚上看见什么？喂。半个小时以后在门口见。我这人怎么了？没怎么，挺好。眼睛么红，热吗？当着我面在基地附近玩，赵三，服不服？啊，天才怎么了？我还是高考第一呢。叫什么呀？回味你给我煲的励志毒鸡汤啊！但是吧，高考就是一道分水岭，从它结束的那一刻起，能公平努力做好的事情就越来越少。你找死吧！我说的话你记得那么清楚啊？五体投地。我叫朱韵，高中毕业于羚羊一中。粉丝吧，不公主，你现在胆子不小啊。那我还能跟你打？嗯。我先等一场。经验问题。你就给我放一天假呗。我还没酒驾呢，我都臭了。你希望我对你和其他人一样？那也不是。我是刘天王。刚刚那是你吗？你也不说多话，你就不能配合我一下，跟大家解释清楚，我们根本就不是那种关系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他们说的没错呀，的确是在公司事儿。